都未去到 maximum 啊！工程車嗱呢單咧亦都有個 implication 嘅啊！呢、這個喺好多年前啦，三年前啊，2019年2月10日夜晚黑揸住個工程車，工程車總係梗係可能換燈啊、清潔啊嗰樣嘢，夜晚黑做嘅通常日頭就冇做。OK， 咁個工人喺上面咧就喺度清潔緊，做完第一個 spot 啦，咁啊要去第二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咁理應。就要將個台放落嚟，個人落咗嚟，咁然後行車去到嗰度再走翻去啦嚇。但係我行嗰度，都唔使一分鐘到啦，冇降低個車落嚟。OK， 個人成都係喺上面一路行車，行車嗰時視野不清，就將個人連埋個 cage 就撞到另外一條電燈柱，嘣一聲就爆咗。OK， 個人唔係電死喎。OK， 而係咧跌死啦。嗱，呢單意外咧就引申咗另一個 landmark 嘅情況啦。咩 landmark？ 就係我哋個開始監禁刑罰開始啦。呢單意外咧裏面咧就係令至咧呢個工人咧就係監禁兩個星期。不過其實因為同時間咧勞工處過去之外，因為佢喺街道上面做嘢啊，警察係因為交通安全條例咧都告佢嘅。是同期執行，他要坐兩個禮拜監，那就抵啲啦，係咪啊？抵唔抵？梗唔抵啦，係咪啊？他同期咧係執行，同期執行兩個條例，都是告他即係不小心 ，OK， 令至呢、這個有其 他人死亡，所以要坐兩個禮拜監。不過呢個開始咗啊，開始咗咧就勞工處就會跟呢個方向，他就會話俾個官聽有人坐監 ，OK， 所以160多宗嘅。被告工人被告咧嚇，呢、這個都係我哋嘅開始。但係大家唔好留意呢啲咁嘅做法咧，唔單止係貨工人嘅，連我哋嘅管理層都係工人嚟嘅。因為講緊你所涉及嘅其他工人影響嘅工人，都會係所影響嘅範圍之內。好，好快講埋我哋嘅結論嚇。我哋睇咁多意外，個意外裏面咧。雖然我不能夠很詳細去嚟列話俾你聽，大家要做啲咩 safety precaution。如果大家要看的話，看翻勞工處同埋呢個職安協呢個CIC 嘅網頁，佢裡面好詳細嘅，好多 recommendation 俾大家。但係喺度，我想帶俾大家作總結嘅，就話當我哋要去做一啲工程，做我哋 project 嘅話，開始我哋要去知道我哋個方法。我哋知道方法之後，我哋要諗下究竟有啲咩風險同埋控制措施。跟住咧，我哋話要實施 ，OK 嗱，呢三個步驟咧，基本上咧係我哋必然的。我哋控制好唔好啊？我哋似乎依家我哋控制點有少少失效，導致我哋有啲情況會發生。但係另一個多嘅發生嘅就係、是，其實喺我哋有個轉變，我哋變更嘅管理方面，我哋做得非常之唔好。有嘢變啊，有嘢做唔到啊，你自己搞掂佢啦。從來冇一啲好正統嘅方法話俾佢聽，我哋重新又要去釐定個究竟我哋方法啱唔啱，我哋有冇增加咗其他嘅風險，從而我哋之後再要實施個安全嘅問題，係嘛？嗱，呢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如果我哋缺少呢一環，就係呢一環就令至我哋好多一啲大嘅意外發生。點樣去培育我哋積極嘅安全文化？啊，咁喺度咧，我提出幾點。第一個 incentive 就係你有啲誘因。OK， 啲誘因令至佢能夠有主動性。I want to。OK， 好似正話我哋玩遊戲咁，有啲朋友自己出嚟嘅。I want to， 我想參與。OK， 佢淨係參與唔夠㗎，你可以俾啲鼓勵佢㗎嘛，係嘛？好，有咗啲鼓勵，咁啊造成一個好嘅環境咯。大家你又去，我又去，大家就有啲 peer pressure 咯，有啲大家共同嘅目標話題咯。你唔做啊，可能你差啲㗎喎，係咪啊？好啦，有咗呢個，我哋再加埋我哋一啲 enforcement，OK，、okay? 一啲我哋監管啊，一啲強烈少少嘅執行我哋嘅啊，我俾咗你噶啦喎，贊助咗你喎，我又鼓勵咗你，如果你仲咁差嘅話，我就罰你噶啦，係嘛 ？enforcement 嗱，咁樣俾人罰咧，啲人就會覺得抵啲喎，如果無端端你罰佢咧，佢又覺得唔抵嘅喎，係嘛？所以我哋大家要處理一下，要擺啲資源去做一啲 incentive，OK。啊，咁從而咧，我哋就會做一個安全嘅文化。
我哋點樣睇到我哋個安全嘅問題症狀啊？我哋有啲 first aid case 咧，有啲工傷事故 accident 咧，或者有啲人冇工人受傷嘅事故啦，一啲 property damage 啦，有啲叫 near miss accident 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唔安全嘅行為同埋條件。嗱，呢個未到意外發生，不過你見到一啲唔安全嘅嘢，冇出聲，我行過，我見過啲嘢唔出聲，啲人就會覺得我認可咗佢㗎啦。所以各位唔該你留意一下嚇。好，仲有一啲未達到符合標準嘅嘢啊，歪得少少啫，都行得㗎。有啲唔啱標準，就開始慢慢就會變成一啲不安全行為條件，同埋有啲意外會發生。好，有啲典型嘅解決方案，見到嘅問題，加強巡查啦，俾多啲規矩啦，加強檢控啦，係嘛？呢啲正經經常先老鼠講啦。但係呢個係咪最好嘅方法呢？我覺得有啲預防性嘅解決方法。為我哋咧去創造一個美好嘅條件，去做好安全。我哋提供良好嘅工具啦，改善工作環境啦，提供我哋啲保護措施啦，加強嘅監管啦，增加安全嘅檢查嘅頻率啦，嗱呢啲都可以。我哋話捉老鼠去解決個問題，不如就將個老鼠變只貓，由 rat 變 cat 係嘛？係改個英文字母啫嘛，原本啫，係咪？喺事實上可能真係未必咁容易做得到 ，OK？ 但係如果我哋將一個職安健嘅違規嘅人轉變成為一個職安健嘅促進者，係咪好難咧？唔係喎，將個 IM 踩咗佢就possible 噶，可以噶喎。透過一啲過程，我哋可以點做呢？因為只有四個嘅建議嘅嚇，確定我哋嘅阻力，激勵我哋嘅因素啊。我哋做啲嘢 facility 促進，同埋要去管理個改革。第一步，我哋話要知道有啲咩阻住我哋先啦，阻住我哋知道嗰啲阻力咪甩開佢咯，係咪？有啲咩阻力啊？習慣啦，唔方便啦，做咗呢個方法又賺少啲錢啦，我又唔被尊重啦，同輩壓力啦，係嘛？呢啲我哋可以做嘅，可以解決嘅呢啲問題全部啊！我哋管理層如果我有意向嘅話，呢啲做得到嘅。第二步。我哋有啲因素去激勵 incentive 令至佢覺得開心啲嘅、快樂啲嘅、俾人尊重啲嘅、家庭和諧啲嘅、工作關係好啲嘅、有凝聚力嘅、更高嘅效率做啲嘢又快啲嘅，做快啲即係賺多啲錢啦，老闆又會讚我嘅，又得到升職嘅，咁我咪做咯，係嘛？呢啲可以創造嘅呢啲環境。第三步啊，點樣促進啊 ？facility 包括知識啦、訓練啦、設備啦我哋容易啲獲得舊時啲人去 Seven Eleven 嘅，依家覺得方便啊嘛，個個都去買嘢啦，係咪啊？同埋依家價錢冇咁貴啦嘛，easily available 啦，係嘛 ？OK， 大家一齊去嘅喎，去完咧，你諗買完啲又可以入表揚，又喜歡嘅又表呢啲咪可以。好，最後一啲變革管理嘅變革，你唔好淨係叫人去變，作為管理層、管理人員，你自己都要去變，唔單止你自己變，架構上要變。你意思咧？我哋話所做嘅嘢其實係迎合，唔單止係人哋，你自己嗰個改變係點？政策上改變、系統上改變、程序上改變、領導嘅風格 ，OK？ 你個評估嘅標準 ，OK？ 報酬、硬件呢啲全部都係我哋需要抌啲資源，作為一個管理層我哋要做嘅嘢。你唔好諗住淨係叫人變，你自己唔變，呢個冇可能。OK， 有問題，淨係叫人去做，你唔去做，冇可能改變。好，我哋一啲正面啲嘅報導啦，成日話俾人聽咁樣，俾人發唔好。其實有啲正面，原來我哋帶咗啲安全用品可以救命嘅喎，保你條命嘅喎，係嘛？故事啊，吊船故障，吊喺半空都吊住你啊，唔係跌落去啊嘛，係咪？呢、這個女保安話戴咗頂帽，我就揼唔親我個頭啊！咪呢啲正面報道嚟嘅，鼓勵大家去做多啲呢啲嘢，用多啲呢啲嘢。OK， 最拉尾送俾大家嘅就係有12個一啲作為提高安全性同埋減少事故領導行為。領導行為邊個做嘅？領導者做。OK 送俾大家12樣嘢。第一個，用啲時間同你團隊一齊去解決同埋幫助佢哋嘅。發現問題之前，你去同佢去解決，一齊去諗 ，OK， 唔好淨係等佢去諗，幫佢去諗將安全拉埋一齊。
唔好對安全視而不見，即使你落後計劃並承受壓力。特別如果你行過見到啲人危險，你唔出聲，嗰、那個人就會覺得你係認可咗佢嘅。OK， 所以一個都不可放過。第三個，定期嘅討論提高安全嘅方法。OK， 找機會啊，多啲同你溝通，同你講啊，點解我哋或者我點樣去做我哋安全嘅一啲工序。當你嘅員工報告或者安全問題嘅時候 ，OK， 你去一定要做多一樣嘢，應該表揚下佢，話佢做得好。其實真係嘅，因為佢做呢樣嘢，佢可以救翻其他人嘅命，所以呢個係值得絕對表揚。第五個，當你員工報告安全問題嘅時候，歡迎佢去傾聽，留意佢講啲咩，唔好水過鴨背算數。教育你員工的安全的重要性，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希望大家都是 get 到我們的 message， 安全的重要性。第七，為不安全行為提供建設性的反饋，一些 feedback， 告訴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好一點的方法，有一些正確一點的方法。 OK， 公平，沒有 double standard 的，不可以他又做得好又你又你做得做得不好都過關的。經常訪問你員工的場所，觀察你員工的安全行為，去觀察做得不好的話給他聽，建議他改善，你確保到他改善，讓你的員工參與解決安全問題。 OK， 不是只是你幾個人坐在這裡找他，給他給意見，你說的話可能不及他說一句解決到問題簡單。持續鼓勵員工安全工作。最後經常談論你對安全重要性，你對安全的重要性。OK， 張麗薇，張麗這個呢就自己這麼多年裡面有些心得，我們說要做一個成功執行功的秘訣。第一，感他所感，感受是一個 internal feeling。 OK， 受他所受是外在的。 OK， 他的風吹雨打、熱力、冬、你關不關注？想他所想，他想什麼跟你想的東西可能不同，你要站在身處地聽下看下他會想什麼，從而去解決他的問題。他有些東西想需要的，供應給他。拜拜，跟我回去。另一個，下一個，供他所需，提供便利 convenient。 你沒有說有啊，不過要去到很遠啊，兜很久才拿的，對不起，他不會幫你，他不會做。 OK， 提供方便，令至他可以做得到要做的。好，由他而來 incentive。 OK， 吸引他去做。 I want to， 不是 I forced to。 OK， I want to， 跟著他做到的話讚譽他，同人分享。 OK， 這幾個呢就我覺得是一個成功執行的秘訣。好了，我的講題都差不多，時間也都差不多，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學到些什麼，不過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最低限度有幾個標語的性的東西，我想大家同我一起去讀一下。安全與否是源於你受，我作的。 OK， 我希望你能夠你將它將個理字叫做我字，我哋一起读三次好唔好啊？一、二、三，安全与否系于我手。第二次，安全与否系于我手。第三次，安全与否系于我手。好，多谢各位 ，thank you。好啦，咁好多谢Professor Lang咁精彩嘅一个演讲啦。咁佢兩 part 嘅部分都完成咗㗎啦，亦都係我哋咧第二個 break 嘅開始。